第一我嘥你啲錢啦，懵逼，懵逼，懵逼。大 B 咧就開始喺個咪嗰度咧，就不斷咧喺度誒抹黑同埋攻擊啦，呢、這個陳凱欣啦，咁樣咁啊講咗即係好多一啲歪理啦，咁樣同埋好大聲嘅，即係好喧譁嘅。再加埋一啲咧，即係鳩烏團嘅成員咧，咁就走埋去咧誒陳凱欣身邊咧，全進行挑釁。咁就喺挑釁嘅過程裏面咧，咁就有一啲街坊啦，即係等阿陳凱欣唔使啦，咁就埋去安慰同埋即係講啲支持佢嘅説話啦。咁大 B 咧就係、是、用一啲即係好粗魯嘅語言去對待佢哋啦，又叫呢一位女士做夢病啦，又叫呢一位女士係呢個阿婆啦，呢啲其實都只係一個普通嘅街坊，甚至乎係陳凱欣嘅助選團成員嚟嘅，只不過係黃埔嘅一啲即係警告嘅居民啫。就算未拉票都好，其實大家應該都係君子之爭。陳凱欣本身係女性啦，咁你一個即係灰嘅男性，去咁樣近距離去追擊一位女性嘅話咧，咁其實已經係即係有個蝦女人嘅感覺。作為一個從事者，咁作為一個男士咧，咁樣去即係去鬧啊，去砸爛啊，咁呢啲咁香港市民咧，我哋覺得係即係好唔要得，我哋即係極度譴責呢啲行為。